我就知道你往这一坐，你往这一站，你俩一对视，我就知道没别好事。哦，我们一起嘛，我们一起，好吧？你一起嘛。可以。大亮，你最好了，你简直就是超级无敌大暖男。我觉得今天晚上那顿，我干完这事儿之后，可能吃不下去了。哦。走嘛，我们一起嘛。走走。走走干嘛去啊？没有，我们去搞搞卫生。我们把它倒在哪儿啊？厕所吧，就是应该倒厕所。留意躺一手啊！我告诉你，不会，不会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吧？往上，往上。哎，哇！哇啊！哇啊！朋友。哈哈，我这刚才能不能手上，能不能手上？你有湿纸巾？不不不，湿纸巾都已经不，你上那河里快，你上那河里你自己。哇，有味儿了！啊啊 ！No！ 啊啊 ！No！出大事儿了呀，朋友们！咋的了？湿纸巾有没有啊？啊！怎么了？不知道他们在肿么了。还好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Damn， so。你的裤子，对不起。有味儿。说到这事儿，我去干吧，朋友，我身上已经脏了，真的，我已经脏了。你就别擦了，别擦了，等下沁进去了。已经沁进去了。没事，你这样一会儿划桨板的时候，你往水里扎一下。哦。啊。走走，我去。我第一把还没弄出来，我说这怎么弄？但是不是他不应该那样嘛？别说了，都已经这样。还有干的纸巾。咋的了？我是屎孩子，我现在是。啊？我们去清理厕所了。啊？不会吧？那一刻确实太突然了，因为跟我预想的不一样，觉得他就老老实实在那个盒子里，不可能溢出来。啊 ，Oh my god！ 给我拿点什么东西，纸什么之类的吧，给我好吧。等一下，那个韩东君，你得先把那冲一下，然后你帮我拿点纸，帮我拿点纸。拿了纸巾，其实就是这儿。这，其实就把手就这么就这儿，就把手这儿，然后你拿纸给包上，好不好？好。就我来吧，因为已经没事，算了。不是我这那也那个啥，这么慢。这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，来这样。哦。我去吧。走，给我吧。拉到厕所。你给我吧。我直接抬过去了，好吧。我去吧。没事。因为我已经脏掉了，朋友。但是打开那一下，我跟你说。没关系，我知道怎么崩溃的。我不看就行了。你不可能不看的，你再倒一鞋呢。这，那这事儿就这样，这么。就走吧。完事儿吧。这个真的拿着太不方便了。哇，阿东你真的是太 man 了， man 爆了。就这样吧，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真实的节目了吧。我真没想到过我还是被他给打败了。这有点难以克服。咱还得处理干净，还是得处理。
就这样吧，好多了，直接整进去吧，直接放进去吧。然后下面有个槽卡住它。对，好了，可以了。OK。你快去洗手吧。嗯。